的身体为之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教导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留得缘家不退菩萨，这个有的圆角，圆角包括的声闻呢，在里边。声闻圆角菩萨，什么叫声闻呢？声闻就是啊，闻的佛的声音而悟道，这叫声闻乘。什么叫圆角呢？就是修十二因缘而得道的，而开悟，这叫啊圆角。声闻乘就修的四地法，苦寂灭道。圆角呢就修的十二因缘法。第一，他是从这无明上观起，因为这个无明就生了一种不正当的行为，就是妄行。有了这种妄行了，跟着就生出这种妄的识来。有了这妄的识，然后又生出这虚妄的明色来了。有这虚妄的明色，就变成六入了。有了六入，色声香味触法。因为有生出六根，有了六根就生出六入，有了这个六入啊就有所接触，有了六入就有了处，有处就有了受，有了受就生出一种爱。为什么你有个爱呢？哦，就因为啊想要有所拿受啊，你想要有所拿受才生出一种爱来。有了这种爱就生出一种自私心来，这自私心就想要得到这种爱，得到了就是为自己所有，为我所有啊，这都是啊一种自私的趋势。为我所有，一有了怎么样啊，就有了来生了，有了来生就又有了老死了。这个圆角的乘的人呢，就修这十二因缘法，由这个无明观到这个老死，这么一步一步的来考察这种的情形。哦，原来我是啊就被这个无明害到啊颠颠倒倒的，要破无明就显法性，法性就现出来。他在这个地方顿然间呢就把无明给破了。我为什么要跟着你无明跑呢？就不随顺无明了，不随顺无明了就不随顺众生了啊，就众生来随顺呢你自己了，显出这个法性，法性就是你自己的本有的真性。
也就是那个佛性。你无明不破，那个法性啊，可以没有丢，但是啊，你不会用它。那么这个圆角破秤啊，就在这十二因缘上，从头来研究到尾，从尾又研究到头，这无明灭了，行也就灭了，行灭了，明色也就不会生了，明色不会生，这个六入也就没有了，乃至也没有老死了。他这么研究来研究去啊，自己这么单单的啊，他就开悟了，这叫圆角秤。那么还有不退菩萨，什么叫不退菩萨呢？这个菩萨有的退的菩萨，什么退呢？好像舍利弗昨天晚上讲那个，他发菩萨心的，发菩萨愿，行菩萨横，遇着这么一个人就画他眼睛，他就布施错了，这个眼睛给错了，人家也不要这个眼睛，他就退回了菩萨心了，菩萨道真不容易行啊，我不能去再行菩萨道了，这就退了。这个菩萨呢，不是退的，不退。这所谓不退，有三不退：行不退、位不退、念不退。行不退，你想修行佛法呀，那你先要考虑清楚。为什么呢？这佛法呀是最难最难的，你不明白佛法的时候啊，以为很简单的，这学佛法是很容易的啊，谁不知道啊，学佛法是最难的。你这个又要有忍耐的心，忍耐的心啊，又要有坚固心，又要有诚心，又要有恒心，坚诚恒这三个字，坚就是坚固。我这个想学佛法这个心呢，比那个金刚都坚固。那个金刚啊，是最坚固的，我比那个金刚更坚固。这就是啊，不能说今天我学佛法，明天我又不学了，等后天就忘了。不但不消，连那佛法都忘了，这就没有坚固心了。第二要有诚心，诚心呢就不怕一切的困难，不怕苦，不怕难，什么困难都不怕的，也有诚心。第三要有恒心，不是说见着觉得很困难呢，就停止了，不能停止，这叫行不退。修行啊，只有往前精进，不能往后退。有位不退，位不退呢，他不退于二乘菩萨，发大乘菩萨心，你怎么样子啊？粉身碎骨，我头目脑髓，头目脑髓都布施给众生，我也不后悔。不能说我再退回到二乘上去，这是位不退。念不退，念不退，这个大乘的菩萨心呢，不要把它停止，总要发菩萨心。菩萨是利益一切众生的，你也要对一切众生要好。咱们现在有几个人呢已经出家了，有的还想要出家
没有出家的，有的还在考虑究竟是出家好是在家好，这个心里这么考虑没有决定啊，想要出家也不敢讲，想要在家呢又怕堕落啊，所以呢打不定主意，这都没有到这个菩萨的境界。到菩萨的境界是知之道有人，不知道有己；知之道利益人，不知道利益自己；知之道去帮助人，不知道帮助自己。菩萨帮助人呢，还不要存一个我帮助人了的心啊，我要忘了他，我帮助人就是帮助自己，不要叫一般人呢知道哇，这个他知道我帮助人了啊，他对我印象特别好啊，不要这个，你要菩萨知道，要这个佛知道啊就得了，不要叫人知道。还有你要行菩萨道啊，切记啊不要恼乱众生啊，怎么样恼乱众生呢，你就啊想要修行，不要惹其他的众生生烦恼，你令一个人生烦恼，这个你就是一个人的菩萨道没圆满，令两个人呢生烦恼不快乐，你对于这两个众生的菩萨道也没圆满，你就要应该不去令人家生烦恼，这说话也要不伤害其他人，做事也要不妨碍其他人，总而言之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不要令啊其他人呢对我有一种啊不满意的行为，这样修行啊才能有所成就的。你如果说是啊我不管其他人怎么样，我就是要这样做，我就要说这个话，你发脾气吗？你生烦恼吗？你生的越多越好，你的烦恼啊生的越大越好，这个呢你有这种心呢你是不能修道的，将来你就修道的魔障啊也多得很，你令人家生烦恼，人家就令你生烦恼，令你将来啊也是啊很多的这个魔障啊就发生了。所以你想要修道想要出家修行的人，切记不要妨害其他的人，要自己时时刻刻的检点身心，看看我是不是做错事了，看看我今天是不是说错话了，看看我今天是不是令其他的人生了烦恼了，这样时时刻刻要回光返照，要反求诸己，你不要令其他人生烦恼，这就是啊发菩萨心。这个菩萨呢也要有位不退念不退恨不退都不退的菩提心。如舍利弗，我为众生以此譬喻说一佛乘，汝等若能信受是语，一切皆当成得佛道，是乘微妙清净第一，于诸世间唯吾有上，佛所悦可，一切众生所应称赞供养礼拜无量一千，诸力解脱禅定智慧及佛于法得如是乘。如舍利弗，释迦牟尼佛说，
说你这个舍利弗啊，我为众生，我现在呀、啊、给这一切的众生说呀、啊、以这个譬喻来说这个佛啊，佛乘，说以佛乘，以前边的种种的譬喻说这个佛乘，汝等要能信受是语，你们的一般声闻缘觉菩萨要能啊深信我所说的这个法，说的这个佛乘，因为以前你们听的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没有啊听到这个佛乘，可是以前呢是全法，是全智，现在是实在的了。你不要以为以前那个全智是对的，而疑毁现在啊这个实智。所以说你汝等要能信受是语，你们要能听我的话，一切皆当成得佛道。你们所有的人呢、啊、现在都应该成佛的。世称微妙啊，这个佛称啊是特别微妙的。你只要有信心就可以成佛，不一定啊要做多少功德，不一定像我过去啊要修三大恶僧七劫才能成佛。现在我把这个唯一佛称的法门呢说出来，你只要有信心就有机会成佛的。世称微妙，清净第一呀、啊、这个法呀是第一个清净法啊，于诸世间，在这所有的这个世间唯吾有上啊，这种的唯一佛称这个法呀没有再比它高尚的了，这是无上的法门，佛所悦可。这个法门呢是佛最欢喜的，佛所呀欢喜这种的法门啊，一切众生，所有你们这一切众生啊所应称赞的、啊、都应该称赞的、啊、这种的法门，供养礼拜，供养这个大乘的妙法莲华经啊，应该礼拜这种的大乘的佛法无量一千，所有啊无量一千这么多的功德呀啊，诸力解脱，这佛的这个十种的智力，十种的智力解脱，八种的解脱禅定智慧，在这个一切的诸禅一切的定力的智慧，即佛语法和这个佛呀其他的法门，其他的佛法得入世称啊。你的不知道应该修多少供养啊，在以前呢才能遇到这种大乘的法门，才能得到这种的得这种佛乘，这是稀有的因缘，你不要认为是很容易可以遇到的。令诸子等日夜结束常得游戏，欲诸菩萨及声闻众乘思宝乘直至道场，一世因缘释方祈求，更无余乘出佛方便。前边这一段文呢是给这所有的众生的大乘的佛法平等啊为众生说这个大乘佛法，现在又告诉啊这个一切的众生啊都应该欢喜，
令诸此等啊，令这一切的众生啊，日夜结束。日夜就是尽，尽的来说就是日夜，圆的来说就是结束。什么叫日？一切众生得到佛的真实的智慧，这样譬如日，一切众生还有啊这个无明没有尽，这就是啊譬喻的业。这个无明就是业，这个智慧就是日。那么结束是时间呢很多的一个时间，常得游戏呀、啊。回者日一月，回者时间很远的，这时间很远的就表示譬如啊这一切的众生在这个大通佛那时候啊日月灯明的佛的时候啊，就受佛的教化，所以到现在啊这时间很久，常得游戏。常得游戏啊，就常常啊修习这个大乘的法，与诸菩萨和这一切的菩萨啊，即声闻众和这个声闻的缘角众啊，乘此宝乘，都依照啊这个大乘的佛乘来修行啊，乘这个大乘的宝乘啊，直至道场，那么直至到这个菩提脚果的这个程度上，就是成佛。一世因缘，以这种的因缘呢，十方祈求，你就到十方啊再去祈求，你再去找这种的法呀，更无余乘啊，没有再可以比这个法呀更妙的更高的了，除佛方便。那么假设有其他的乘的话，也是佛的方便法，然而设的方便法来教化众生的。高舍利弗，如诸人等皆是无子，佛在世父，如等累劫众苦所受，我皆弃拔，令出三界，我虽先说汝等灭度，但尽生死而时不灭，今所应作为佛智慧，绕有菩萨于世众中，能一心听诸佛施法，诸佛世尊随以方便所化众生，皆是菩萨。告舍利弗，释迦牟尼佛呀，又对舍利弗说：“如诸人等啊，说你们这一切的这个众生啊，一切的菩萨、声闻、缘角、比丘、比丘僧、比丘尼啊，皆是汝子。那么。”你们修佛法发菩提心，就是啊都是佛子了。我在是父，你们既然是佛的子，佛就是你们的父亲呐。汝等累劫，你们呢这一切的众生经过呀非常的长远呐、生生世世啊，无量无边这么多的大劫，
是众苦所烧啊，是为这个三苦八苦无量诸苦啊，这个众苦所煎烧啊，所焚烧啊。我解即拔，那么你们为这一切的苦所烧，我呀时时刻刻我都来记拔你们，令出三界，使令你们这一切的众生超出这欲界、色界、无色界，超出这三界。我虽先说呀，我虽然在以前这么全巧方便来对你们说，汝等灭度，说你们已经灭度了，得到灭度了。可是啊，这个说法是全巧方便的，而不是真实的灭度，但今生死啊，仅仅的就把这个分段生死了了。而这个变异生死根本就没有了，所以呀、尔时不灭，尔时按着实质来讲啊，按着实法来讲，你们还都没得到灭度呢。今所应做，你们现在所应该做的为佛智慧啊，你们应该学习这个佛的智慧，修习这个真实的法啊，绕有菩萨啊，假设绕有啊这个菩萨于世众中，在这个大众里边能一心听，能啊专一其心来听啊我所说这个真实的法门，诸佛实法，这是诸佛呀实质所说的法，而不是全智所说的。诸佛世尊在这个所有的诸佛世尊呢，虽以方便，虽然他用这个方便法门所化众生，来教化呀众生，就是啊，微识思权，说这个三乘的法门，声闻缘觉菩萨，其实啊是皆是菩萨呀。那么这个全法方便法门，就是为这个真实的法门而设的啊，所以呀、也皆是菩萨，你们都应该回小向大修菩萨行，绕人小智甚着爱欲，为此等故说于苦地众生心喜，得未曾有佛说苦地真实无异，绕游众生不知苦本，身着苦瘾，不能缠舌，为是等故方便说道，诸苦所因贪欲为本，绕灭贪欲无所依止，灭尽诸苦名第三谛，微灭地故修行于道，立诸苦福，明德解
世人于何而得解脱？但离虚妄，名为解脱。其实未得一切解脱。佛为世人为时灭度，自人未得无上道故。我亦不欲令之灭度，我为法王，于法自在，安稳众生，故现于世。绕人小智，假设有一类的众生，他没有大的智慧，甚至于啊，连小的智慧啊，他都没有，甚着爱欲啊，他深深的执着到这个爱上和这个欲上，这就是说的这个见悔和思悔。见了悔，有这个境界来了，就不明白，就被这个境界所迷了，这叫见悔。什么叫思悔呢？就是啊，你心里啊，分别不清楚，哪个是啊，真的和假的，是的和非，分别不清楚。分别不清楚，你还要分别，要分别又分别不清楚，这就叫思悔。思之又思，想之又想，在这个地方啊，就不能啊有这种的智慧呀，来判断的，这叫思悔。你在这个爱和这个欲上着住的太深了，为此等故，为这一类的众生的缘故，说于苦地，所以呀，就说这个生灭四谛法，说这苦地，说这个真实的这个苦，众生欣喜得未曾有。众生啊，以前他染苦为乐，他虽然在这苦的境界上，他也不晓得是苦，现在佛给他说了，这是有一种苦地呀，众生心里非常欢喜，得未曾有，从来就没有听过这样的妙法的。佛说苦地，真是无异。佛呀，所说这个苦地呀，这真是真实的，没有错误了。这是讲的的的确确是真的，真实的法。若有众生，假设要有这一类的众生，什么样不知苦本？什么叫苦本呢？苦本就是那个寂谛，寂谛呀，就是苦的根本。身着苦因，这个寂呀，就是苦的因；苦啊，就是苦的果。身着苦因，身着到这个记忆力上。这个记忆，什么叫记忆呢？就是那种烦恼嘛，有那个26种烦恼，根本烦恼有6种，小随烦恼有10种，中随烦恼有2种，大随烦恼有8种。就是啊，这26种的烦恼就是
苦的因，不能斩舍呀。这种的烦恼啊，暂时间也不愿意离开它，为是等故，为这一类的众生啊，啊，方便说道，方便呢说这个所修的道，啊，说这个方便道，方便法门。诸苦所因，贪欲为本。那么苦因是记了。记最要紧的是哪一个呢？就是这个贪欲。你这个贪怎么叫贪呢？就是不知足，有多少也不知足。本来原来啊100块钱没有，那想法子贪来了，贪了100块钱，没有100块钱的时候，以为有100块钱就知足了啊！我有100块钱，什么都够了。你等到有了100块钱呢，又觉着不够了啊！这还是太少，就贪1000块。1000块也有了，有了1000块，总觉着不够。这1000块，我买一点衣服，或者买一个房子。再买一点地方还是不够用，又贪又贪1万啊！所以我要有10000块钱呢，那我就真正知足了，我甚至于就退休了，再就什么也不做了，我也不贪了，我这回真真够了。等到有了10000块钱呢，也夹着这个时代的关系啊，通货膨胀的，通货膨胀，世间呢，所有的物质啊，都起了价了，好像我刚一到三藩市的时候，三藩市，你就拿买豆腐来讲，那时候2个仙1块，1块豆腐。也加的这个时代的关系啊，就通货膨胀的啊，当有了10000块钱，想要退休，一想但是不够啊，无论如何要有10万块钱才可以够我的开销，够我这样退休之后的用度。现在呀 还不能退休，于是乎又去贪，贪了10万块钱，还不够哦，又这个100万的富翁啊，是才可以，有这么一点的意思，于是乎又贪，这回可就啊。贪100万块钱没贪完了，无常到了，死了，死了，这心里也觉得，我这一生啊，想得到100万块钱，始终也没达到我的目的啊。等来生呢，来生我再去干去，来生又去做马做牛，给这个儿子，所以你说这个贪欲。有什么好处呢？贪欲为本，有这一种贪呢，就有了苦恼了。所以他说诸苦所因，贪欲为本，苦灭贪欲，无所依止。你的苦要没有了你也要把这个贪欲要没有。你要有贪欲就有苦，你想要灭苦就先要没有贪欲，要没有贪欲，你没有贪欲，这个苦它就没有根了，没有根它就没有所依止了，没有一个地方它可以住了。灭尽诸苦你这诸苦要灭尽了，名第三地，
这个就叫灭谛啊，第三谛。为灭谛故，你这个得到这个灭谛了，修行于道，所以呀、你想要得到这个灭谛，必须要先修道，所以修行于道。离诸苦缚，缚啊就是绑着，离这一切苦的所绑着的东西，明得解脱，这个名字啊就叫得到世间解脱了。什么为什么不解脱呢？就因为啊，你看不破放不下，你没有看破放下就得不到解脱，你要看得破放得下就得到自在了，也就得到解脱了啊。你贪这个贪那个，为什么？就因为你没有放下。你要能把呀、你这个人虽然是活着，你已经看他了等于死人一样，和死人是一样的。那么既然他已经死了，你为什么要又给他来做马做牛，给他做奴隶呢？所以你要能力一样看着活着的时候就看像好像死的似的，就不会呀、执着一切了，把一切就都看得破了，对，得到解脱。世人于何而得解脱？这个人呢，他用什么方法得到解脱的呢？而得到这个解脱呢，但离虚妄，你就离开这个虚妄啊，把一切都看得破了，看破了就是不执着一切，就放下了，放下怎么样都好啊。我常对你们讲这个道理，好像很浅的，其实这个意义很深的。我常不讲，我什么都可以的，怎么样都可以啊。那么既然要是什么都没有问题了，这是不是就得到解脱了呢？你有了问题，这就没得到解脱，你没有问题了就会得到解脱。这时候啊，你和虚空是一样的，既然和虚空是一样的，那么谁把虚空能绑上呢？谁可以能把虚空啊绑到一起呢？没有的。名为解脱，你们离开这个虚妄不实在的和这个虚妄的心，这就是解脱啊。你也不去贪名，这也得到解脱了，在名上解脱了。你不去求利，这在利上解脱了啊。名利都解脱了，那还有什么可以把你绑住呢？没有了。其实为得一切解脱啊，我呀对你们讲的这个苦寂灭道啊，说你们得到解脱了，实际上啊你们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脱啊。为什么呢？你只能啊把这个分段生死了了，变异生死还是有的，所以你有变异生死，这还是没有得到解脱，因为你还没有放下。佛说世人未识解脱，佛说这一类的人呢，没有真实啊得到这个灭度，得到灭度就是没有真正得到解脱。其四人未得无上道故，因为这个人他没有真正得到这个无上的道，没有断了这个变异生死，我亦不欲啊令之灭度啊。所以佛说，我的意思啊，不愿意叫这一类的人呢、没有得到真实的受用啊，令之灭度啊，令他去灭度去。
我为法王，这佛说呀，我是诸法之王啊，于法自在啊，在这个法的上边呢，我横说也是法，竖说也是法，沉说也是法，差说也是法。那么横说、竖说、沉说、差说，于法自在，都是得到自在了。我怎么说怎么对啊，安稳众生，故现于世啊。我啊为什么出世呢？我就想令众生得到安稳，得到啊究竟的快乐，也就是得到究竟的解脱，所以我才出现于世。如舍利弗，我此法印为欲利益世间，故说在所幽方勿忘宣传。释迦牟尼佛对舍利弗啊说，是如舍利弗，如舍利弗，这不单单呢是说舍利弗，这是啊连你我现在的众生啊都包括在内了。当时啊告诉舍利弗，也就是啊告诉所有的佛教徒啊，也就是告诉啊所有的弘扬佛法啊讲经说法的这个法师，说我此法印呢、啊、他说啊，我这种呢实相法印，这个实相啊，实相无相，这种的法印是啊法的一种啊印件，我用这一种啊法印来给一切众生啊证明他们都可以得成佛道的。所以这种法印呢是最尊最贵的，这个实相法印，为欲利益世间，故说。那么这种法印呢不是随随便便的就可以用的。那么现在我说这种法印为什么呢？我就为的有利益众生啊，利益所有的众生。怎么叫利益？利就是自利利他，义就是对其他人人都有好处，就是啊用这种法印呢来帮助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世间，故说为利世间。那么说这个利世间呢，对世间又会有什么利益呢？世间呢有有情世间，有气世间，有正角世间。那么这个所谓利益世间呢是利益有情世间啊，利益这个世间。为这个利益有情世间的缘故，所以我说这个《法华经》在所有方勿忘宣传。可是啊这种法是最尊最贵的，你不要随随便便的就轻易宣传。在所有方，你呀、啊、有就是啊你所到的地方，你到什么地方啊，对于这个《法华经》啊，你不要随随便便就来讲说
勿往宣传的，你不要啊妄自宣传，法必须要对机说法，你要不对机给他说法，令他生出一种帮悔的心，不但你没有度他，还令他堕地狱了。为什么不要妄说这种法呢？就是怕人堕落。一般人呢，听见这《法华经》啊，他就生了谤悔心了，说哪有这个道理？俺们人也不做什么功德就会成佛，没有这个好事。啊，人就是人，怎么会成佛呢？经典所说的，这都是骗人的。只有这一句话是骗人的，这个人将来是堕无间地狱的。堕恶鼻地狱的，这后边呢，那个正文上就后边那个文上会说的。所以因为啊怕人堕地狱，所以啊就不要随随便便就讲说这个经典，必须要遇着这大乘的根性，大乘的种子，他一闻呢就生了信心，一听这《法华经》就生无量的信心，才可以给他说这种《法华经》这个法呢。